回，是哪个小可爱想看小卖部打混泥，翻出了我泥架子上所有的小卖部泥，我决定今天把它们都混了。怎么样，你的小叮当够宠粉吗？老规矩，上我丁家祖传的大脸盆，先来一个小熊熊。今天要洗的这些全是没有玩过的。哟，这个晕染效果还挺好看的，虽然你的颜值不错，但是你别脆呀。再来一个美好时光起泡胶，还有一包薯片。哇哦，居然还是透泰，还挺清透的。指纹识别器上线，哎，它的拉伸性可以哦，拉伸起来的颜值也是棒棒的。戳起来也不错。再来一个得劲儿啊，不，得劲儿。有没有小可爱知道这个得劲儿是啥意思？这样看像不像翡翠？这个起泡胶要5块钱，说实话我觉着挺不值的。果真吗？这个起泡胶也是5块，跟刚刚的没啥区别。但是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些颜值都还可以啊？这一盒是超闪的珠光泥，颜值还行吧？有没有银河的感觉？这里还有一瓶假水，也倒进去吧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我哄过最好看的小卖部泥啦。这个假水倒的真是多余，太难混合啦。宝贝们，我真的尽力了，这怎么越混越成硅胶了呢？哎，真是可惜了他们最初的颜值。算了算了，好在它混合最后的颜色也还行。好啦，那你们知道今天我一共用了多少盒小卖部泥做混泥吗？